长，慢点，危险！我弟弟在哪儿？孔子豪在哪儿？说话呀！说呀！说话呀！哎，醒醒，醒醒！哎，说话呀！他需要休息。天一黑，瘴气就会蔓延，不能再往前走了。我今天下午是不是失态了？李姐，如果我的亲人失踪了，我比你还激动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的未婚妻是在这儿遇难的。那天在船上，我不应该说那些话。不，你没说错什么。我这两年，活得像个废人一样，他们都叫我罗疯子。我也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但是我没做到。